风向吹航，就算是风浪滔天，也要大声的唱，不怕前方有再多险阻，要为彼此护航。放手翱翔，张开翅膀，在此刻梦里无可阻挡，坚定着希望，勇往直前，梦在未来绽放。TF 少年歌之原文在哪儿？阿莲娜啊，什么？我们来练首诗吧。清明时节雨纷纷，那下句就是路上行人欲断魂。你说话别拐弯抹角的，你就想说清明节来了吗？我是文艺青年，这位是二。让我们先来看看 TF 家族最近有什么新鲜资讯吧。迎来的四月又是一个万物复苏的月份了，那么新的一个月又要有新的目标。小编昨天才在某档娱乐节目里看到了关于 TFBOYS 的新闻，大意便是零零后崛起，让这个娱乐圈竞争越来越激烈了，可不是吗？看着最近几只随便发个微博就上微博热门，让主页君都要借着我们节目感叹下，什么时候让我们主页君也上次头条啊。当然本周在节目播出的时候， TFBOYS 也在广州客串上个云顿新片致命追击。对于首次触电的 TFBOYS 来讲，这次的出演肯定也会算一次宝贵的经验吧。当然上周我们看了千玺的舞蹈视频后，很多同学说没看够，那么本周我们就继续吧。Hey baby, I think I wanna marry you。Is it the look in your eyes, or is it this dancing juice? Who cares, baby? I think I wanna marry you. Well, I know this little chapel on the boulevard. We can go.It's a beautiful night. We're looking for something dumb to do. Hey baby, I think I wanna marry you. Is it the look in your eyes, or is it this dancing juice? Who cares, baby? I think I wanna marry you.之前提到清明节，而且又在节目播出这几天 TFBOYS 也在拍电影，所以说男生学院自习室就会停播一期，请大家原谅。但是呢，大家也别急，我们这期节目呢会有替补环节来弥补的。那么接下来就是游戏环节。宇文啊，上期你做100个俯卧撑，第二天手酸吗？还行吧，但是你属于比较倒霉。对啊，什么都没做，然后白白做100个俯卧撑，肯定恨死你们了。不会的，我们是一个集体，所以呢，本期节目大家都会玩得上哦。TF 家族默契度大考验 Part 2，你们有信心吗？有，必须有。我想问我们的志宏同学，你非常干脆的说有，我非常有信心。我想问问你，这个信心到底是真的有信心呢，还是已经放弃治疗了呢？有。真的吗？我不会放弃的。好，那这个星期你要加油了，要和他们快乐的玩耍。小卡，你第一次参加我们的谁是默契度大考验这个游戏环节，你觉得你能和他们玩成一片，一起玩嗨吗？有信心。假的吧？我觉得你说的很假。好吧，你已经这样了，我就不逼你了，我知道你没信心。然后我们看看新同学，第一次参加我们的游戏，你觉得你在这个环节有信心吗？有。我们今天有三个游戏环节，你要加油咯。下面就开始我们的游戏环节吧。你画我猜，
队伍两人，一人画图一人猜，画图者需首先戴上眼罩，原地旋转十圈，在另一名队员的引导下找到五米外的画架，并在蒙住双眼的情况下将图案画出，另一名队员需猜出答案，每队限时三分钟，答对记一分。现在呢，组已经分好了，我们的王俊凯和魏一竹就是俗称身高组。什么？开玩笑，开玩笑。你知道为什么叫身高组？坑我！身高的差距就是我们两个组实力的差距。这一组呢，就是牛肉面和牛肉粉组合，俗称牛肉组合。好，加油，牛肉组合。这一组呢，就是，什么组合呢？就是，好好好好组合。开始。二刀三。牛子红。四五六七八九，还有一点对十分。好了好，好行。牛子红出现。好，再给你一个非常好的提示，超能力者。我貌似知道。雷神是吧？火神。风神。火的。好围巾。而且刘玉宇告诉被你坑的队友，正确答案是什么？蜘蛛侠。那蜘蛛侠，蜘蛛侠，蜘蛛侠。计时开始，转圈吧。2 3 4 5 6 7 8 9 10。直走，左转。哎，不，直走，你走了，左转。左转再提出是不能写字哦。鸟，鸟，我觉得是一只鸟。羊驼，这是什么？八位大神救一救我！八位大神猜出来。那这网上为什么有个点点？这什么东西？危机。这什么？哦，猜出来了，漩涡迷人。什么？我漩涡迷人。哎，好了，恭喜你了，就是漩涡鸣人了。好，你可以。没有。等一下。瘟疫会遭报应，我相信我。先让你适应一下黑暗。开始。漩涡鸟人，记住，就是漩涡鸟人。记住，漩涡鸟人这个名字是用的漩涡。反了。他之前是觉得倒数了，看没有了，没有，又一个，就没有意思。直走，你要相信，绝对是直走。来，别走了，装上摄像机了，直走，又没你，装摄像机了。欢迎你误导别人小朋友。不要拿掉了，身高决定成败。一个又是一个圈圈真是无处不在。之前刘一宁画了一个人，圈圈里都有两个圈圈，你这个两个圈圈变种人，你要相信这是变种人。完了，已经完了，这是个洞，这是个洞，青蛙、蜜蜂、小蜜蜂。
为什么有四只手？我看不到画什么。也看得到他还画什么？什么？什么？你不要浪费时间好不好？画一个蝙蝠侠去。这是个啥？这是个啥？我画的是这个啊。这是两个人，这是谁养的画中蝴蝶？不是最重要的是，你俩看到这个是什么？你不能说话，只有我会说话。提示呢？提示，这是一个人，是一个非常非常经典的电视剧。电视剧，我知道。再见，我知道，拜。这是吗？那是不是什么？等一下，先别说，我再给他一个范围，和蜘蛛侠非常像的，可以变身的。蝙蝠侠，多么明显，可以变身的。这明明就是蜘蛛侠，蝙蝠侠。我再给你一个非常明显提示，他一看到有人会有危险的时候，或者出现怪兽的时候，就拿出那个变身器。我说到最重要是这个，这是吗？激光的，激光，下雨吧，那你第一个游戏环节呢就结束了。梦想起航那一秒，翻起我们久违的。开始我们的第二个环节，默契接抛球，队伍两人，一人抛球，一人接球。抛球者需在蒙眼状态下将手中乒乓球抛出，而击球者需在3米外头顶安全帽将乒乓球接住。全队共计两球，每球计分。那你们开始吧。各家竞赛表演，你看这身高不是500吗？你如果他很容易就知道。那开始吧。高一点。哪里？一个，这不科学。高一点，这不科学，这不科学。哦哦，这不科学。你们组的场地是一个乒乓球。第二组是你吗？开始，高一点，进，哦，这太高了，要低一点，低一点，你们组的也是一个，他拿不起来吗？你们组，来，我来，你说话，可是我们有逼格，开始，进攻。耳机里面声音当当的，不敢相信。队伍两人，一人戴上耳机，另一人则需将看到的短句以肢体等形式传达给戴耳机者。每队限时1分钟，最终拆出短句接近正确答案记一分。能不能快一点？这首歌好难听啊！开始。特别说一下，这个耳机是我提供的，看我的主持都会节目尽职尽责。你说话，我看一下你的唇语。马班长对人又好又体贴。没看懂。这是一个词。马班长，这是一个又好又体贴。什么？马班长对人又好又体贴。我听不到。加油努力，看好牌。他叫什么？马思远是马思远吗？你在大声的吼出来一次。不行，声音必须控制在不能吼这个范围之内。马班长对人又好。我这首歌里面一直在询问下辈子我要做你的女。马波。我也听到了下辈子。马。下班子的下辈子。马
马思源下辈子要看不懂啊，我受不了了。你要放弃吗？不要啊，算了，我放弃。好恶心。重新弄一遍，唇语。慢点，重新来，慢点。这个是谁？马思远。马思远。马思远。对。马班我对。他的名字马思远，知道吗？对，他的名字叫做马班长。我这么纠结，怎么执着在什么？这个知道吗？王一婉元，什么？王一婉元，我们的主播，王思远，我们的那个什么？王源，睡觉，说，他要睡觉，他是妖精。什么？我们平常录的那个叫什么来着？这个是不是太近了啊？对，隔远一点。对，节目节。截肢，对。王源说他是。节节高，新年过节节节高。送你就送脑白金。重新来一遍，慢点。王源前面是说他要截肢，送你就送杰军。王源说他是节目一哥，我不信。王源说他我不信，我不是，我不是节目一哥，我不信。那个要放弃吗？那个也送你。要放弃吗？不放弃。要放弃治疗吗？节目节节节制的节啊，不对，放弃节目的节，节制的节。王源说上面的那个，你说话是起不了作用的。放弃。好，就是没有时间了。其实这句话，你说了，他就能猜出来也没用。为什么？你再复述一遍刚才说的话。王源说他是节目一哥，我不信。但是这句话是这样说的：王源说他是节目一哥，但是我不信。其实本来王源过来谈一谈啊，人生和理想。好，该你们这个太真。随着刘志宏这组选择了放弃本题，接下来的罗天信还有新同学也相继选择了放弃本道题。同学们，难道你们的默契度就真的为零吗？一路有你的记号是彼此最坚强的依靠。对，你们啊，走，我们两个赢了。怎么了？就知道很简单。四个人。我来，我养出十多。就相信啊，努力。是因为我是主持人，所以你们没赢，所以说你们没有默契，少了我这个节目一哥，你们就赢不了。所以说这个游戏，下周五你等着学校，我拿个麻袋回来。这个游戏环节就到这里结束了。人生学院自习室，小凯总结出了一个规律。那我来学学他怎么说的吧。哇，都不用看剧本了，我知道，肯定是我半路杀出来，然后就吵架。那么这次会吵架吗？看了就知道啊，之后还有我的 live 环节，后面还有更多的花絮，如果带着什么建议的话，就能够以下方式联络我们。那我们自习事件吧。你说凯瑞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呢？请我吃牛排，还帮我找胖虎，就是说好的我请客，他也帮我付了钱呢。哎，你说，男神是不是都是这么的帅呀？你说他是不是暗恋我呢？
如果我是女生，你歇菜吧。你刚才叫我什么？小马，小马是你叫的吗？钱呢？什么钱？请客的钱呢？拿不拿出来？客户不是已经付过了吗？快拿出来，我收身了。这是我的熊，为什么要给你？一会儿还得还给人家 Carrie 呢。Carrie 让你这么多，你好意思吃人家的？本来就该你请客，你就给 Carrie 吧。就是，你就当交保护费了。去去，什么保护费？你给不给？不，我行不行？哼，有些人让 Carrie 知道这么小气，以后还怎么在男神面前抬起头啊？别，我 OK， 小样，宇文，恢复的不错嘛。那是，瞧我们又变得帅气无比了。哎 ，Carrie 有没有摸摸？咦，走开走开，这钱是昨天你妈宇文垫的。他就拿了还给你，收下了。Carrie， 你就拿着。这几天我只吃一顿饭就是了。那个，这些你先拿着，昨天这顿算我请的。怎么能让你请呢？不是说好宇文请吗？那临时改成我行不行？不行。还自己没人帮着，就知道帮 Carrie 省钱，连同班同学生死都不管。这叫什么来着？重色轻友。哦，不对，哎呀，反正就是没见过这么偏心的。宇文，你又乱用词。这一次就算我请，然后下次你再请我。好，就这么说定了，下次我请客。哎，谁也别跟我抢。Carrie，学校的春季文化节就按照你说的安排了。嗯，找宇文的事就拜托你了。对了，你们班主任什么节目？我们是话剧。看来这次我们竞争对手，我们也是准备的话剧。那你们可就要小心我们班了。宇文，告诉你男神，上学期最佳话剧奖得主是哪个班？上学期的最佳话剧奖得主，就是八零加二吗？对啊，所以学校不可能两次把一个奖颁给一个班。Carrie，你们班话剧叫什么名字？说出来你不要笑，名字是我想的，叫罗密欧与梁山伯。罗密欧与梁山伯，很惊讶吗？我们不是男校吗？所以在我们班上了之后，大家都觉得让罗密欧和梁山伯在寻找朱丽叶和祝英台的过程中相遇，非常有趣。我以为这种奇葩的剧名只有你才想得出来，没想到。哎，现在怎么办呢 ？Carrie。你最近有偷看我的报名表吗？还是你在我们班有人呢、啊？我也有，苏远。我要真来见识，还用得着偷看吗？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你要拍桌子？我这次不拍，我就说 ，Carrie 啊，就是我们马思远想的剧名也叫做《罗密欧与梁山伯》。问梁山伯，我俩可以对戏吗？走走走。要不你们这个剧就换一个吧。换一个？那我有什么好处啊？这个我请你们吃牛排。吃牛排？这个不算吧，下次明明就是你们请我。那你说什么好处？好处吗？要不你们把这剧排烂一点，我们就可以去拿话剧奖喽。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不打扰 Carrie 呢？是吧，老师？重色轻友，你才重色轻友吧！坐下。不行，除了这个条件，我什么都答应。我们剧本都写好了。看，看我黑眼圈。你怎么忍心让你朋友再熬夜写剧本？不让我长高了。哎，谁演的好就哪个班演呗。就是。对呀、啊，我演梁山伯 ，Carrie， 你演罗密欧吧。比就比，我演梁山伯。那我呢？我演朱丽叶行不行啊？朱丽叶。干嘛？那
那我呢？梁兄，你有看见我家助理吗？哦，小罗，刚才我家助助和你家猪猪去削苹了，要不我俩出去喝几杯可好？不用，我要去找我家助理。啊，马思远，不是你这样演的。那你说怎么演？啊，小罗，是这样的。刚我看见我家柱柱和你家猪猪去 shopping 了，要不咱哥俩去喝一杯？这样演？是啊，就这么演。手拿开，我是梁山伯。我们继续。不，我要找我的助理。该我了吗？哎，哥们，哎，哥们，你这就不够意思了。我这么大一伙人站里面，前脚找朱莉，你欺负人啊？啊，全错了，全错了，全错了，该这样演。嘿嘿嘿，看我，看我，看我，罗密欧，你难道直接忘了我的存在了吗？我在跟你讲话呢。我不拍了，你为什么要陪你男生玩吧？那个宇文，你待会儿记得跆拳道训练啊。我先去道馆了。还有，你们这个剧真适合，一定能表演，一定能自己。喂，怎么都走了？怎么都不演呢？啊，算了，你们不演，我演。表现不错，这剧可是让给我们了。欢笑声，欢呼声，超热气氛，心却很冷。聚光灯，时钟蒙恩，我却不能喊等一等。我真佩服我还能幽默，掉眼泪时用笑掩过，怕人看破，顾虑好多，不谈寂寞，我们就都快活。我不唱声嘶力竭的情歌，不表示没有心碎的时刻，我不曾摊开伤口任宰割，愈合就无人晓得我内心挫折，活像个孤独患者，自我拉扯，外向的孤独患者有何不可？笑越大声越是残忍，挤满体温，室温更冷，万一关灯，空虚扰人，我却不能喊等一等。你说你爱我，却一直说我不该窝在角落，策划逃脱，这也有错，连我脆弱的权利都掠夺。我不唱声嘶力竭的情歌，表示没有心碎的时刻，我不曾摊开伤口任宰割，愈合就无人晓得我内心挫折，活像个孤独患者，自我拉扯，外向的孤独
独患者有何不可。镇定并不是保护色，反而是要你懂得。我不知为何，我像个孤独患者，自我拉扯，外伤的孤独患者有何不可。咦，走开走开走开，怎么能让你请呢？不是说好语文请客吗？不行，死他。怎么了？狗啊你够了，没有这意思。来吧来吧，有意思，好笑。要你管，你管我，就是管我，放手，放手，放手。放手放手。对呀、啊，我演梁山伯 ，Carrie 念朱丽叶。英雄，你有看见我的朱丽叶吗？不行不行。啊，小罗是这样的，刚我家柱柱和你家猪猪去 shopping 了。好无聊啊，没有解吗？不，我要找我的朱丽叶。该我了吗？好傻好天真啊就是何方妖孽，何妖孽几手你又你朱丽叶你听不见要上房间哇。下面我们来原地转十圈吧，这么转这么转